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2月16号，星期六，是农历正月十二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、嗯、，Hello、啊。师傅，我想请问两个亡人在哪里、啊？嗯，讲吧。啊，你想还是来？第一个是，陈爱义，2015年12月，怎么写？陈忠诚。啊。爱人的爱。玉佩的玉啊，陈爱玉，陈爱玉啊，玉界天，嗯，对，陈爱玉，在玉界天，嗯，啊，是吗？师傅，那师傅我还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呢？我觉得你再念32张就够了。32张 ，OK。师傅还有一个亡人，啊，讲吧。玉桥庄，怎么写？经纪人的纪。什么？巧合的巧，一个纪桥庄，经纪人的纪。啊，纪啊，桥呢？巧克力的巧啊，庄是一个米字旁一个庄，米字边旁一个什么庄，庄严的庄啊，庄严的庄，米字边旁一个庄严的庄。2004年12月初一，哎，10月初一叫纪桥庄啊。啊，对，桥是什么桥啊？巧克力的巧啊，纪桥庄，米呀、啊，米字边旁啊。对，米字偏旁，就小米的米呀、啊。对，小米的米。米字偏旁一个妆，就化妆的妆了。对对对，化妆的妆。技巧妆，技巧妆，阿修罗，嗯。阿修师傅，他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啊，至少69张。69张啊。啊。OK。好吗？师傅还可以问一个人吗？应该不能问了，你再说吧。不能的、嗯、，OK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嗯，我们自己让自己背。好。感恩。嗯、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请讲。师傅好，请讲。嗯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看一下，60年老鼠男的，看看他的身体有没有灵性。60年的老鼠是吧？嗯，对的。60年的老鼠，60年的老鼠。嗯。60年的老鼠，想看什么讲吧？看一下他身体，身上有没有灵性。腰不好。腰不好。嗯。大便不好，痔疮了有，嗯，哦哦哦，嗯，是的，腰不好，对对对，还有，嗯，他身上有一个灵性啊，嗯，哦，像一个灵性是吧？啊，像个有点长得像一个动物，呵呵呵，哦，他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呢？32张，嗯，32张需要放生吗？放生给他自己身体放就可以了。身体放啊，身体呢、是随缘放还是说是随缘身体许个愿？没关系的，随缘哈啊、看看他的运事业，看看他的事业吧。是否60年的老鼠男的，看他的事业。啊，他有事业啊，他还有啊，嗯，啊，还有事业是吧？哎、但是他要记住啊，他这个人，嗯，撞南墙，赶快要换位置啊，他不换的，撞南墙啊。就是我们说对的对的对的是啊、是的要换的、嗯、不换的话他就傻了，那就是要让他火一点是吧？对啊，这个人死板的、嗯、经常会撞墙，嗯嗯，对的对的对的、嗯、师傅太厉害了。哎、师傅看一下那个61年属牛女的，她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身上有灵性还是怎么样？61年属什么？属牛啊。属牛的女的，她晚上睡不着。61年属牛的，嗯嗯，61年属牛的啊，当心点的，腰不好，嗯，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嗯，还有肠胃不好，我讲了3遍了，你都没听到？啊，是的，听到了，嗯嗯，腰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脖子上有一个灵性，嗯嗯。对，他那不舒服那里。嗯，他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啊？59。59张，需要配合放生吗？230条。230条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58年的狗女的，看一下他身上打胎的孩子有吗？58年属狗的女的。嗯，走掉了。嗯。走掉了。他那个做事就跟个孩子似的，是他是什么原因呢？脑子脑子不行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他就是脑子不好。嗯、他就是脑子不好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血脉不和。嗯。他上辈子。他身上。他上辈子非常，非常，
反正他，你要叫他要当心啊，他的感情啊，感情会很糟糕啊。对对，他也是很邋里邋遢的。啊，嗯、就是邋里邋遢，因为我看到他上辈子在这种色方面非常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所以他这辈子在感情啊色方面，他会吃很多苦头的，而且一定要叫他当心啊，他的。他的那个妇科很不好，很不好。嗯，他已经吃了很多苦了，已经。哎，就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嗯。他这个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一个女的，瘦瘦的，大概50岁左右吧。哦，需要多少小房子？这个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嗯。嗯，这需要32张。嗯。32张。放生呢，放生随缘没关系，放生随缘。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好，师傅辛苦了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您好。你好。好，第一次给师傅请安，然后帮一个同学问个问题。他是89年的蛇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看一下他的 PR 多久能够下来。他吃素了没有啊？嗯，这个我不是很清楚，对不起，师傅。他是按顺利的话，是去年12月就应该拿到邀请了，但是推动的特别慢。嗯，现在就是距离他。我跟你说，第一叫他不要泄露啊，到处去讲啊。啊。不要吹啊，说哎呀马上拿到，马上拿到，不能讲的，不能多讲。嗯。好吧。师傅，他想问，就是现在他距离他拿那个澳洲绿卡邀请只有9天了。他想问，什么时候可以拿到？没那么快了，你问问他精进不精进啊，就知道了，努力不努力呀、我现在看他拿是拿得到的呀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你别再问我时间了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去叫他问一名就都问不出来。我跟你说了，他自己要努力，我是看他肯定应该拿得到的，只是要看他自己早点晚点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自己念了，你帮他念没用的。这个是同修的那个。你叫他自己念，你问他，他肚子饿的话，他老婆帮他吃饭，他会饱不啦？好了。明白。师傅，他想请问一下他就是现在就是特别想不开，他想。就是想请问他身上是否有灵性？有啊有啊，今年对他不好，今年对他不好，2019对他不好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叫他这个月过了之后就会转好了，坚持一下吧，好吧。他身上的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43张。放生多少条鱼？随缘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看一个66年的马。他想请问他今年53岁有劫吗？过了一个了，还有一个小的。在几月份？4月份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化解？63张。师傅，他想看一下他申文成功没有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王义宁，义是雨字下面有一个立，然后宁是凝重的宁。一个雨下面一个立正的立是吧？对。您是凝重的凝，两点水有个疑问的疑。他想请问是申文成功没？成功了，多叫，灵动性不够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喂，师傅过年好。谢谢。师傅。哎。你给我看一看，一个64年的男的兔。还有一个63年的女的，这俩能不能再继续过下去了？63年的兔，女的。然后那男的呢？64年的。属什么？属兔的，64年的。两个兔是吧？对。呵呵，你比我清楚，呵呵呵，过得下去过不下去。我是清楚。啊。我清楚。但是您说师傅，如果这个女的她究竟挺清近的，她想说这个过不下去了离婚，这个有没有因果呀？
随缘吧，也不要硬离婚吧，反正就这么拖着，也没什么不好，也没什么好。我看他们冤结还没有化掉呢，因为主要是两个人都心痛嘛，男的也有点出轨，女的也有不好，听不懂啊？你的不好的方面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年轻的时候呀，造了那些，也是造了那些方面的邪淫的业呀，所以他现在爆发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是，从结合以后，我就彻底的改变。对呀，彻底改变不是说你现在改了吗？下次才化解呀。哦，这你得念礼佛吗？要化解冤结，否则两个人还搞呢。嗯。用不用念那个化解恶缘的小房子？要啊，多念点吧。得念多少张化解恶缘的小房子？嗯，67章，念完之后，可能就会见分晓了吧。也不要觉得很痛苦，还债总是苦的。没有觉得挺痛苦，啊、就知道还债。还债嘛，就还了，有什么关系？师傅就觉得就这么每天的精进的助人修心念经，对呀、啊，但是你这样你才能过得来、啊，你就这样，对呀、啊，你总是这么过得来，否则你过不来的。是的，之前不懂事嘛，造了很多的业。对呀、啊。忏悔。啊，你要记住了。造了已经造了，造了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业了，他一定会有的呀，听得懂吗？是的，那这个63年这个兔子，现在他的你给看了他的身体皮肤不好，就念了好多小房子。嗯，啊，身上腰上都痒的皮肤。嗯，对，主要是就是脚跟手。嗯，脚厉害。嗯。嗯，这个还得要念多少张房子？这个是跟杀业有关系，要念往生咒。得念多少遍往生咒？每天念59。哦，那念了5000遍的往生咒，可以用那个自存小房子念吗？可以。这个63天的兔子，这个3054的莲花怎么样？什么号码？3054。3054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3054。嗯，他好像跟文殊菩萨关系也不错。哦，是吗？哎，他的莲花好不好啊？莲花还可以啊，还在啊，死不了，只是承受痛苦呀。是的，他现在很煎熬。没有办法，我告诉你，煎熬也得熬，很多事情就叫缘分，明白了吗？是的。啊，要听话。都会过来的。你们有你们的痛苦，他有他的痛苦。他有他的痛苦，每个人都有痛苦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。嗯，师傅，图腾颜色63年兔子，偏白，穿白色偏白的衣服。嗯，业障比例多少了？业障比例倒不高啊，24。哦，原来是27，现在是降下来了。太胖了，是太胖了，就是控制不了吃，是不是？嗯，晚上少吃就不会胖。白天多吃，晚上少吃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好了，不能多问了。师傅，我再问一个，87年的虎，他去年就是出了很大的事情。87年的虎啊，没那么快解决呢。嗯，他就说这个，他这个事情还能牵连他吗？以后看情况吧，应该还有希望吧。嗯，还有希望，就说他公司，就说。因为他给了好多的客户那个这个钱哈、啊，嗯，哎，还就说给人家存的钱能拿回来吗？哼，一部分，能拿回一部分哈。嗯，大部分拿不回来了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好好念经吧，好吧。师傅、嗯，我就说我们要买房都牵着好长时间了，就是我们主处的买房去哪方向好啊？往你现在房子的左边跑。我现在这个就我现在住的房子的对呀、啊，出大门往左边方向，好了，往左边方向找。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老妈妈，好吧？谢谢你，师傅，谢谢你，感恩你，感恩你。好好念经啊，听师傅话。祝师傅法体安康。啊，再见。身体健康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。你好。你好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哎。师傅长久的住世。谢谢。身体安康。谢谢。请。师傅看一个图腾，63年女的属兔的，她的业障有多少？
六三年女的属兔的。对。六三年女的属兔的叶子。二十五。请问他念经的质量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身上有个灵性啊，在颈椎这里啊。对，他头啊，颈椎很痛很痛。对，而且他有淋巴，我告诉你。他这一波需要多少小房子啊？八十四。五十四啊？八十四。哦，好的，八十四。这个看一朵莲花，9960，女的。9960，在，蛮好。看看64年女的属龙的，她的业障有多少？26。请问师傅，她要注意些什么？话不要乱讲。她身上有灵性吗？左面淋巴有很多鱼啊。她这一波要多少小房子？可能念往生咒吧。好吧，每天往生咒，她每天念108遍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坚持3个月才能好。好的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能问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师傅该。他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师傅。希望大家念经看图腾是小事情，最主要就是好好的怎么样来改变自己，每天要求菩萨保佑。快点，最后一个，赶快。喂，喂，喂，哇，师傅，打通了，赶快。天哪，感恩菩萨妈妈，不小心我能打通。赶快，傻姑娘，讲吧。我都填了今年的拜师申请表了。师傅帮我看一下吧，86年属虎的。86年老虎。想看什么讲吧。我看我的事业和婚姻吧。婚姻不好，事业是时好时坏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刚刚工作没多久。所以工作倒是小事情，主要问题是感情要控制好，婚姻啊要控制好，每天要念经，明白了吗？我每天都在坚持念经。很好，坚持念，明白了吗？目前我感觉还可以，自己还能接受这个状态的念经之后，自己心量也变大了。就可以，没问题，好吧？没有问题。好吧。那能帮我先生看看吗？他现在还没有开始念经。讲吧。初一的时候我让他念，他念了一天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7年，87年属兔的。87年属兔的。叫他当心啊，他就是这个泌尿系统有问题，小便不好。有点点。听得懂吗？他就小便不好。会很严重吗？需要看医生。会，以后就是前列腺呀，前列腺问题啊。那我帮他念一些小房子会管用吗？应该，然后叫他不要吃荤的呀。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吃素比较多，但是在外面上班的时候就随缘了。对呀，这就是问题呀。至少叫他不要吃活的，要跟菩萨许愿，否则他会得前列腺癌的。你现在就问他好了，小便经常滴滴答答的不干净。他上一次工作体检的时候是有一点问题。看见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。他工作怎么样呢？工作还可以，有人帮他，他有一个人对他很好，现在工作反正也是一般，以前在国外做的，先混混吧，好吗？好啦，感恩师傅，恩师傅你过来跟卢爷爷说话，这个卢爷爷，你说卢爷爷，卢爷爷好，你好，你要好好听话啊，好好拜佛，菩萨保佑你。我也会，乖孩子啊，好了，再见了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